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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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无阿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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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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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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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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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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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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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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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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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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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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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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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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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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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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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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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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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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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
阿弥陀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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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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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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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。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彼此三业不相舍离，故名清源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念佛的人，阿弥陀佛和我们怎么样呢？手把手，肩并肩，深夜不相离的。其实手把手肩并肩都不能形容佛跟我们这种深夜不离的关系。其实我们念佛，阿弥陀就在我们身体当中，跟我们一样的。你走哪里，你睡觉，他躺在床上；你起来，他也跟着。他甚至不像影，说如影随形，比这个还要紧密。因为影子毕竟在身体的后面，阿弥陀佛跟我们是同体的存在，深夜不离的。我们口念佛，那阿弥陀佛也是口对口，你念什么，当下这个声音，佛也回答你。如啊，这个如响随声，好像我们对着回应币，那么就声响反弹过来。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当下就是佛的声音回应我们，而且这不要在另外一个声音当中，比如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当我们念这句的时候，当下这句本身就是阿弥陀佛的光明，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在起作用。我这样讲呢，是讲的不太明白，就是说这一声名号本身是双向的，既是我们在念佛，也是佛在念我们。他不要等到第二句说我想打电话，我讲一句你讲一句，不需要这样的。就这一句六字名号当中，同时是我们在念佛，也是佛在念我们。如果佛不一再念我们，我们念不出来这声佛啊，不需要等到第二名。就好我们这个敲木鱼或打鼓，我们这一锤敲下去，当下这个声音就跟锤是立即就反应的。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当下这个佛的反应啊，就是就在这个地方啊，这口业。那心应心业呢？心业就是所谓的心心相应。我们念佛，佛念我们，啊，不相舍离。我们跟佛有默契，有神会。默契就是说不需要讲话。互相之间啊很契合，神会就是神交啊，不需要
那面子上的，内心里边的叫真正的心心相印，我心印佛心，佛心印我心。什么叫我心印佛心呢？哎，阿弥陀救度我，阿弥陀的慈悲，我终于了解了。你不是印了佛的心了吗？什么佛心印我心呢？这样的众生，他至心心乐欲生我国，必定往生啊！啊，这是这个心跟佛的心是一体性的，这就是三业不相舍离。那么杂行杂修的人有这三业不相舍离吗？那就没有了。你没有念佛，没有口称佛的名号，那佛的口业功德不能加持到你，你念了别的佛菩萨，或者念了别的经咒了，或者念别的，那这个就不感应道交了，那光就不照不到你啊。那深夜没有礼拜阿弥陀佛，你在做别的事，那只有别的事的善事功德的利益，阿弥陀佛这个光啊，这个频道你就没对上，那怎么能会得到利益呢？啊，就像我们按开关一样，你不按照开关，你还在墙上使劲按，那是不行的。你在墙上画一个开关也是不行的，你自己画一个，画得很像，那也不行的。如果你也买一个开关来，然后呢也是塑料的，也按得很响，啪嗒啪嗒响，也是不行的，线路没有通，对吧？你一定要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而且是愿生极乐，这个线就通了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那自然光就亮。不有那个故事吗？啊，有人这个儿子啊在城里当大官了，那爸爸就看儿子，那个爸爸说中午要吃饭了，怎么还不做饭啊？儿子说没关系，等会打电话他们就来了。爸爸就在看，打电话，电话你做饭吗？到这么说呢，他儿子把电话一拿，哎，你送那个饭来啊，什么什么菜，哎，马上就来人了，饭啊菜啊酒啊都端来了。爸爸回家之后想，哎呀，我儿子这个电话正好哈，一拿那个就能出来这么多。回家之后他就想偷偷的，这儿子就是我的，他就把这个电话机抱回去了。然后如果他抱不动啊，有线呢，线也没什么用了吧，啪剪断了，剪断把电话机抱回去。到中午他也不做饭，坐了等着，他跟他老伴说，今天你看我的，你不要做了。到中午他老伴，好，你什么，我的儿子那边搞好东西来了。老伴你等啊，到中午了，把电话拉起来，哎，你给我端两盘菜啊，那个一盘汤，喊半天往里放，啪，等等，半天也不来。对呀、啊，线剪断了，对不对？那就不管用啊。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线要拉通啊，对不对？什么线？就专念南无阿弥陀的线。你在那修行，你跟阿弥陀没有线，不念阿弥陀，不拜阿弥陀佛，不称阿弥陀佛，不礼拜，这个没有线的，对吧？你在那做修行，等于是拿一个电话函来饭来菜来鱼来肉，通通都不会来的，那来就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杂行杂修的人，他没有三业不离的利益啊，彼此三业常相舍离。你不口称阿弥陀佛，不能听到你念他。你不拜阿弥陀佛，也不能见到你拜他；你心中不意念阿弥陀佛，也不知道你意念他。对，他不会感，没这种感应道交。所以我们专修念佛的人，跟阿弥陀关系怎么样？就很亲啊，缘就是关系。现在干什么都讲关系，往生极乐世界也是要讲关系的。不过这种关系是不要花钱买的，这很亲的关系啊，缘，什么都讲缘。佛教里面这个缘字啊，意义非常广大。你为什么说你可以到极乐世界？你长得漂亮吗？不是。有智慧吗？不是。没修行吗？不是。出了家吗？不是。那你凭什么说你往生？我有缘啊，有缘就能往生啊，对不对？你有缘什么都能成啊。不打过比喻吗？你们想见奥巴马见得着吗？没门，对不对？但是奥巴马家的那个宠物狗天天跟他见面，散步的时候在公园里他溜着，为什么？他有缘啊。是因为他有贡献吗？是因为他办了护照吗？他没有，他有缘，就跟他搞一个，天天跟他屁股后软，哎，颠颠颠，没有办法的事情，一切都是缘。在整个这个世界，法界缘起，所以你有缘就能往生，你没缘就不能往生，没门，有缘就有门，无缘就没有门。那我们念佛跟阿弥陀有三缘。清源净源增上缘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